小背心 Coco 跳的动感又性感，看得大家目不转睛。今天下午 Coco 彩排舞蹈要在周末举办的歌迷 Party 中给大家好看。Jazz Funk 再加上一点的 Reggae 的感觉。那天的衣服应该也是蛮火辣的吧？应该，因为配合这个歌，整个感觉要整体化，应该是比较辣一点。Coco 的好身材一向令人惊艳，他说身上的肌肉线条和平坦的腹肌就是靠练舞而来。因为其实在做通告呢，跑通告做宣传呢，我都没有机会去健身房运动，那所以就是完全是靠这个舞蹈了。因为甩一些手的时候，肩膀整个 muscle 都是紧的，所以很快的这个手部的 muscle 就会比较 tight 一点。那或者你摇摆你的臀部呢，腰也要紧的，所以就变成这个腹肌也会比较好一点。Hot Coco Expose Party 将在4月2号晚上9点在台北 MOS 举办。除了有 Coco 最拿手的电臀热舞之外，也将现场演唱他脍炙人口的歌曲，歌迷不要错过了。刘顺分享当真采访报道。哇！